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Pack， 我是 Cloud Pack。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玩 Black Shot， 这个是熟悉的 Black Shot， 熟悉的 Black Shot，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音乐，熟悉的 Black Shot。那么呢，现在今天是几号？今天是11月25号，11月25号，圣诞节的前一个月。那么在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几啦，我看一下，上个礼拜11月几号啊上个礼拜11月21号就会，他就这个 Black Shot， 上个礼拜11月21号也就是4天前，他这个 Black Shot 他有 update， 有一个 upgrade update， 那么update 了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他是 update 什么鬼，The Grandmaster Patch， OK， 一个 patch， The Grandmaster Patch， OK。 那么这个 upgrade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它里面有我看看啦，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OK， Server maintenance complete， You may now play Black Shot， BP purchase bug has been fixed。 Meanwhile， You may also want to check out the Great Emery sale that's going on right now， which starts from 1 Granite Shell。 OK， 我现在我在看着那个 Black Shot Online 的那个 Facebook page。 好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这个画面已经换了，之前我们的画面不是这样的，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 format， 一个新的 patch。 来，快来看看，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哦，变成巧克力色。哦，我不能进 beginner channel， OK。 我们来看看一些，大致上还一样了，只是这些图片换了罢了，不是图片了，这些文字啊，总之也就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啦。那么我看看 我根本没有枪，全部过期了。诶，有这个东西，还剩半个小时，我的还剩31分钟啊，哇帅啊。等下我要用看了，一个炸弹 Granite Jack O'Boom。 那么我来看看 Shop。 那么 Shop 呢，这次主要的 更新有什么，有什么新的吗？OK， 还出了一个叫 NX1 系列的一个 weapon， NX1 系列有包括 shotgun， 有包括 rifle， 有包括 SMG， 有包括 sniper， 有包括 melee， 有包括 pistol， 有包括 granite。 总之 NX1 的所有的的系列的武器就对了。那么这个 NX1 judgment， NX1Vengeance， 然后 SM 就是 NX1 Cyclone， 然后 Sniper 是 NX1 Deadbringer， 然后 Pistol 是 NX1 Destiny， 然后这个 Knife 要 Melee 的是 NX1 Swiftblade， Granite 是 NX1 Storm， 不错耶，还有 Shotgun 呢。超级不错，超级不错。OK， 那么这个这些都是全部都是要用 Garena Shell 买，我从来没有进过 Garena Shell， 现在还是零啊，贴了。那么还有这个这次的更新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我其实呢是上个礼拜就已经更新了，可是我是昨天才更新，因为之前我都去其他地方玩。好了，那么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了。它唯一的两个，有多了两个 map 出来，我们来看看哦。Twin Tower， 哇 ，Twin Tower， 我的天哪！它有多了两个 map， 一个是 Twin Tower， 一个是 Lost Temple， 圣诞节版的 Lost Temple。我们来看看 Lost Temple 长什么样子。哎，按错，哎，按错，按错，按错。Lost Temple。这里，那个是Lost Temple 下雪，这个是Winter 版的 Lost Temple， 圣诞节版的 Lost Temple。那么可是现在我们现在先看它有什么更新。这个是它的 Twin Tower， 它的 Twin Tower 是 for 什么的？
是 Team Deathmatch 了。等下我们会来玩玩看，等下啦。那么，这集这个影片主要是告诉大家，我 upgrade 了这个 The Grandmaster Patch 的这个的这个什么鬼？这个更新这个 patch 了。哎呦，我不懂怎么说。总之呢，就是这样。这些枪暂时应该不可能会抽得到的啦。我就暂时用着这个 M16A1， 暂时在用着这把超级低能的一把枪，还有这个 SSG82。啊，好笑，真的太好笑了。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Black Shot， 我们下次会玩那个 Twin Tower。那么大家，我们下次再继续，大家再见，拜拜。